大家好，我们是第二十组。我们 final project 的题目是 Action Recognition using HireHRNet and Potion。首先，我们会说明我们的题目，然后我们会介绍我们使用的方法 HireHRNet 以及 Potion。接着，我们会介绍我们实作的内容，最后我们会做个简单的总结。首先是 Introduction。现今多数 Action Recognition 的方法都将 RGB 影像以及 Optical Flow 直接作为输入去预测动作，然而这种方法忽略了长期的动作资讯，也因此 Potion 就被提出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在我们这次 Final Project 中，我们实现了 Potion 的方法，并且将 Potion 论文中使用的 Human Pose Estimator Open Pose替换成有更好表现的 HireHRNet， 我们期待可以透过这样的方法得到更好的结果。再来是 Method， HireHRNet 是一种 Human Pose Estimation 的方法，它的特色是可以维持高解析度的资讯，并且透过平行的多条 Stream 得到不同解析度的资讯。这个做法可以让我们在不同尺度的影像下都可以得到很好的预测结果。A Potion 是一种 encoding 的方法，它将一连串 Human Pose Estimation 的 Heatmap 作为输入，再依据时间的先后顺序各自给这些 Heatmap 一个特定的颜色，最后再将这些 Heatmap 做总和，得到 Potion Representation。 我们就可以使用 Potion Representation 去做动作的辨识。这个做法相对于原本的方法轻量很多，可以大幅缩短训练的时间，并且能够更注重人体在影片中的活动，提升训练的效果。接着是 implementation， 这是我们实作的流程图。首先，我们会使用 HireHRNet 去预测人体姿势的 heatmap， 接着我们会将这些 heatmap 依据时间的先后去上色，并且将这些上色后的 heatmap 做总和，得到 Potion Representation。 最后再将这些 Potion Representation 作为 CNN 的输入去预测影片中的动作。最后是我们的总结，在我们实作的结果中，我们确实在较短的训练时间内得到不错的效果，并且透过使用更好的 Human Pose Estimator，我们进一步达到相较于 paper 中更为出色的结果。以上是我们 final project 简单的介绍，谢谢大家。